台湾之光。好，接下来呢，请容许我为各位介绍我们现场的几位在场嘉宾。那同时呢，我们也请介绍嘉宾能够起立，向我们的与会者来挥手致意。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交通部的林国贤主秘，欢迎主秘，谢谢主秘的支持。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内政部警政署铁路警察局薛国才局长，局长好。紧接着为各位介绍的是交通部邮电司王廷俊司长，欢迎司长莅临。我们也很荣幸的欢迎台湾铁路管理局周永辉局长，欢迎朱局长。也请各位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华邮政公司欧文琪董事长，欢迎董事长。紧接着为各位介绍是中华邮政公司集邮处简良林处长，欢迎处长好。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中华邮政公司台北邮局薛门谦副理，欢迎副理。同时也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中华邮局中华集邮团体联合会陈友安理事长，理事长好。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是我们的沈玲珑博士，欢迎博士沈博士。同时也请各位一起来欢迎我们铁道文化研究联谊会的杜隆昌会长，欢迎会长。接着为各位介绍是铁道文化研究联谊会的林燕华执行长，欢迎执行长。最后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中华彩印张忠一董事长，欢迎董事长。我们再次谢谢所有的贵宾拨空参与今天的活动，但因为时间关系无法一一为各位介绍所有的嘉宾，再次请多多包涵。接下来请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台湾铁路管理局周永辉局长上台致欢迎。